好，来乡亲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，就惊昆虫感染会来摊开，所以胃肠深夜翻十二点开始，只要是出入到网咖。第一甲第二果菜市场的所有人员，拢爱提出快筛阴性的证明。啊，新北市三重埔的果菜市场嘛，采取着同款的管制措施。台北市的快筛站，昨暝是加班加到半暝两点，替摊商甲货车驾驶来做快筛。同时，台北市长郭文铁、甲农委会主委陈吉忠等人，昨暝嘛到疫情指挥中心，甲指挥官陈时中开会，达成三点的共识。不管是开车、骑车，或者是走路，从二十四号透早开始，只要进入北龙果菜市场，一定要有快筛检验的阴性证明来做通行证。我们里面同事每个人都快筛好了。北龙的出入口，四界拢有办市府的人员，就算落雨，也会做检查，就怕出现防疫破空。同一个时间，快筛站嘛咧加班，赶要替进入北龙的人员办快筛发阴性证明。有这张才能进那个果菜市场的。对，所以你等一下就上班了。对啊，你们是几点开始？十二点。为了这张阴性证明，台北市已经筛检三天。新北市三重埔的果菜市场同款，自二十四号透早开始，要有快筛阴性证明才会使入去。今天没有办那个快筛都不行。在哪边快筛？你快筛，你到三和三重联合医院。虽然还可以用未少时间才会使入去，不过大家拢真配合。同一个时间，台北市长郭文铁和农委会主委陈吉忠，阁有新北市卫生局人员赶到疫情指挥中心和指挥官陈时中开会，嘛达成三共识。接下来看这边筛检的结果，再决定它的热成程度，然后接下来的防疫作为，中央会再跟我们一起讨论。那以后的疫调会互相共享。那是有阴性证明会使先入去，所落来果菜市场的管制措施嘛会继续实施，要来防止任何有可能的防疫破空。